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很多人在我们脸书上面留言问很多问题，有关于什么是真正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什么是疯狂恩典。你知道疯狂恩典是什么吗？那真的是太疯狂，让我们来看疯狂恩典说什么。疯狂恩典说，我们有一个天父是男神，还有一个母亲是女神。简单说，好像是要信一个男神跟女神。弟兄姐妹，绝对不是这样。我们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但是是独一的真神，没有什么男神女神的。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去相信这种可怕的疯狂的恩典，不要去相信那个错误的假的福音。耶稣基督已经活化在我们面前，不要被迷惑了。我们要认识真正的福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一切美好的福音。好，在加拉太书4:21-22新普及译本，好，让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这些甘愿在律法之下生活的人，请告诉我，你们知道律法到底在说什么吗？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做奴仆的妻子生的，一个是生来自由的妻子生的。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做奴婢的妻子生的，就是夏甲，还有生来自由的妻子生的，就是萨拉。所以你知道吗？你真的知道，弟兄姐妹，你真的知道什么是律法吗？你知道律法到底在说什么吗？这边的圣经就很清楚告诉你，这是4:23-24，做奴婢的妻子所生的儿子是因着人设法要使上帝应许实现而出生，但生来就自由的妻子所生的儿子却是因着上帝自己实现他的应许而出生。这两个女人象征上帝的两个约，第一个女人夏甲代表西乃山，民众在那里得到奴役他们的律法。所以你知道吗？很清楚，上帝有两个约嘛。这边提到很重要的两个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旧约就是代表西乃山得到律法那个旧约，而这边提到这个旧约，这个奴婢的儿子是什么？就是人设法要使上帝的应许实现，人想要去代替上帝或帮上帝成就一些事情。可是后面这边提到，生来自由的妇人是上帝自己实现他的应许，所以相同律法是人想要做得好来成就神的应许，而是恩典是神白白给你，但是你不可以依靠律法，要依靠上帝白白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圣经怎么说？圣经是怎么告诉你的？圣经是怎么告诉你的？这一切不再是靠你的行为，不再是靠你的努力，不再是靠律法。好像夏甲要，应该说亚伯拉罕想要跟夏甲生出那个孩子来成就神的应许，没有，让上帝来成就吧。就很像是撒拉已经没有月经了，已经快要90岁，怎么可能怀孕？神就是可以与他同工吧，你在超自然的恩典里面。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不再靠律法，是靠上帝白白成就的恩典。好，加拉太书4:26，新普及译本。然而另一个女人萨拉却代表着天上的耶路撒冷，她是自由的妇人，是我们的母亲。我猜所谓的疯狂恩典，他们去宣称我们有一个女神，我猜她是因为这个经文啊，所谓的另一个女人萨拉是自由的妇人，是我们的母亲。可是这边其实是在象征，意思是就像我们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一样，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并不代表亚伯拉罕真的是我爸啊。我姓洪，我爸也姓洪，我又不姓亚，我姓洪啊。所以相同，当我们说亚伯拉罕是我的信心之父，并不代表他真的是我爸。相同的，这边说他是自由的妇人，是我们的母亲，也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女神，他就只是在很像信心上面，亚伯拉罕是我的父亲，可是这是一个象征，不是真的是这样啊。好，加拉太书4:28-29，吼，我们一起来念。现在弟兄姐妹，你们和以撒一样，都是按照应许生的孩子。那些要你们遵从律法的人正在迫害你们，就像靠人的努力出生的儿子以实玛利迫害靠圣灵的能力出生的儿子以撒一样，就很像以实玛利还有夏甲会去迫害以撒一样。有很多人在律法里面，很像以实玛利要来迫害你们。可是呢，你要有智慧，知道现在我们在新约，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了，弟兄姐妹。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很多人会试着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如果你真的想要搞清楚，你去看加拉太书，去看罗马书，仔细的读。如果你觉得和合本读不懂，你去看其他译本，也许是新普及译本，也许是现代中文译本，也许是圣经新译本，让自己看懂。真的新约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不是靠行为，是靠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真正的知道上帝为你成就这一切的美好，不要再帮上帝成就那一切的应许。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很多人在律法里面会想要迫害你，可是你要知道圣经上怎么说，我们是那个靠圣灵能力出生的儿子以撒，而很多人在想要靠人努力来迫害我们。可是我们在第三十节、三十一节这边看到圣经对这件事怎么说的呢？把那个奴婢和他的儿子赶走吧，把那个奴婢和他儿子赶走吧，把那个奴婢和他儿子赶走吧。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把那个奴婢和他儿子赶走吧。你看我讲了四次，因为奴婢的儿子、女仆的儿子不能和自由的妇人儿子分享产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女仆的儿子，我们是自由妇人的儿子。所以把你生命中的律法赶走吧，把那个下甲的奴婢的那个不合神心意、已经过去的旧约的律法的那一切赶走吧，活在自由里面。我们不是女奴的儿子，我们是自由妇人的儿子。弟兄姐妹，感谢神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那一切。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不再是像夏甲、亚伯拉罕跟夏甲信心跟律法去生出一个以实玛利，乃是信心跟恩典一起来看见上帝的荣耀。当然我说的都是象征，就很像信心之父并不代表他真的是你爸，而萨拉很像就是预表着那个恩典，他是我们的母亲，然后我们来一起去经历那个信心与恩典，一起我们是因着恩典而因着相信， By grace through faith alone， 知道吗？借着恩典，靠着相信，借着相信，靠着恩典来得救。让我为你祝福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在那些谎言、那些疯狂恩典里面，我们信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没有什么男神女神，我们信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谢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那一切，谢谢天父做我们的主，谢谢天父差遣耶稣，也差遣圣灵跟我们在一起。谢谢圣灵现在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继续走同奔天路，来看见上帝荣耀的福音传遍这个世界，与神同工，不再是自己努力，是与神同工，看见上帝成就荣耀。奉耶稣名祷告，阿门。